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天我过来帮大叔一起做的这几个较大的风箱，那个风箱盖子还没弄，还有里面也没打磨。大叔说今天是好日子，所以呢专门丢今天这个日子要把这些风箱全都做好，因为他们是比较相信这些的，说好日子做风箱蜜蜂才容易来，然后那个蜜蜂也不容易搬走啊。我现在过去看一下。没有啊？没有喽。来那个，像我这萝卜啊，不是公公姐这少割的。来。跳脚了。可以了。我们那件衫，对面红呀。啊，这个没有上去，都点啥一点的？不多啊，我买的，不得。啊，你那呀？啊，你也没到年龄嘛？不是干咱那呀，不是干咱那呀，我拿老啊，那拿不到买小啊，都剩那了吗？那不到买小啊，那不咱俩个要红板啊，没得的。都点啥红的嘛？哟，蒙果丹果丹八道嘛呀？啊，蒙果丹果丹八道嘛呀？妈那不？妈呢？我那蒙八道嘛呢么？妈打嘛，为的我那哈呢要把我们果丹果丹嘛说白你了。需要丹你要蒙熬个了妈妈？哎，都叫喂，都叫个了，都叫东东，东东就摘不能。嗯，我那打嘛嘛弯弯弯弯弯。问本国是选时候的，是这买呢都多远到干呐？干个呢的嘛，干个呢呀？你们就只纳米啊？我白时候呢，白呢纳是吧？白呢纳就得干呐，白呢没得，白呢那呢就不接纳了，就不走了。白呢，当然呐，当啊，跟长买哪哪呢，熟个呢，熬了呢。我熬熬的热啊啊！我做那辆，把那熬水也扛一扛，扛六百斤呀，热啊啊！弄弄弄，来那个，今天到的，你来来。嗯，来来来，你就，反正我这边不管，不要去拿，我不用。哎，我们多好苗啊！咱放白，小的了嘛，白蛤了嘛。白蛤，白蛤咪来呢？咱了长长来来，落实干庄，咱能就蛤白。该好会白的，咱呢，咱呢白的，还没好啊？白的够够够。来那个，稳定的了嘛。我那玩那个，我长不长玩，就是了嘛。我长不我学不了，我讲。什么玩呢？过去也单了吗？哪里？几单你不会过几万单呢？这几单几万单呢？还问办的那么好，要好喂？办龙鹅，龙鬼没吃算吗？把鬼没算啊？这个跟着办吗？把龙鹅没算啊？在小门上，那个拉了个口袋的拿。